和鸡最大的区别就是电影肯定是假的，那鸡分不出真假，它随时浮现在眼前。是一个侦探的话，会如何询问一个陌生女人？我记着那年她就失踪了。那边你啥时候聊天？你最好离她远一点。以为故事到这点就结束了，没想到故事才刚刚开始。爱情故事虽然只有一半，